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，唐寂宾沙门佛陀多罗译。如是我闻。一时，菩提婆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，一切如来光严住持，是诸众生清净觉地，身心寂灭，平等本寂，圆满十方，不二随顺，于不二境现诸净度，与大菩萨摩诃萨十万人聚，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普眼菩萨、金刚藏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清净慧菩萨、威德自在菩萨、辩音菩萨、净诸业障菩萨、普觉菩萨、圆觉菩萨、贤善守菩萨等而为上首，与诸眷属皆入三昧，同住如来平等法会。于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众中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长跪叉手而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愿为此会诸来法众说于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恒，即说菩萨于大圣中发清净心，远离诸病，能使未来末世众生求大圣者不堕邪见。作是予以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终而复始。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咨询如来因地法恒，即为末世一切众生求大圣者得正住持，不堕邪见，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时文殊师利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耳听。善男子，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，名为圆觉，流出一切清净真如、菩提、涅盘及波罗蜜，教授菩萨一切如来本起因地，皆依圆照清净觉相，永断无明，方成佛道。云何无明？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，犹如迷人四方异处，妄认四大，唯自身相，六尘缘影，唯自心相。譬比病目见空中花，即第二月。善男子，空时无花，病者妄执，由妄执故
非为惑此虚空自性，亦复迷彼实花生处，由此妄有轮转生死，故名无名。善男子，此无名者非实有体，如梦中人，梦时非无，即至于醒，了无所得。如众空花灭于虚空，不可说言有定灭处，何以故？无生处故。一切众生于无生中望见生灭，是故说明轮转生死。善男子，如来因地修圆觉者，知是空花，即无轮转，亦无身心受彼生死，非作故无，本性无故。彼知觉者，犹如虚空，知虚空者，即空花相，亦不可说无知觉性，有无俱前，是则名为净觉随顺。何以故？虚空性故，常不动故，如来藏中无起灭故，无知见故，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，是则名为因地法恒。菩萨因此于大圣中发清净心，末世众生依此修行，不堕邪见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文殊汝当知，一切诸如来从于本因地，皆以智慧觉了达于无明，知彼如空花，即能免流转，又如梦中人，醒时不可得，觉者如虚空，平等不动转，觉遍十方际，即得成佛道，众患灭无处，成道亦无得，本性圆满故。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，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。于是普贤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长跪叉手，耳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愿为此会诸菩萨众，即为末世一切众生修大圣者，闻此圆觉清净境界，云何修行？世尊，若彼众生知如幻者，身心亦幻，云何以幻还修于幻？若诸幻性一切尽灭，则无有心，谁为修行？云何复说修行如幻？若诸众生本不修行，于生死中常居幻化，曾不了知如幻境界，令妄想心云何解脱？愿为末世一切众生作何方便，见此修习，令诸众生永离诸幻。作是于以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终而复始。尔时世尊告普贤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
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修习菩萨如幻三昧，方便见次，令诸众生得离诸幻。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时普贤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而听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种种幻化，皆生如来圆觉妙心，犹如空花，从空而有，幻花虽灭，空性不坏。众生幻心，还依幻灭，诸幻尽灭，觉心不动，依幻说觉，一名为幻。若说有觉，犹未离幻，说无觉者，亦复如是。是故幻灭名为不动。善男子，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，由坚执持，远离心故，心如幻者亦复远离，远离为幻亦复远离，离远离幻亦复远离，得无所离，即除诸幻。譬如钻火，两目相因，火出目尽，灰飞烟灭，以幻修幻亦复如是，诸幻虽尽不入断灭。善男子，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，离幻即绝，亦无见次。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修行，如是乃能永离诸幻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普贤，汝当知，一切诸众生无始幻无明，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，犹如虚空花，依空而有相，空花若复灭，虚空本不动，幻从诸觉生，幻灭觉圆满，觉心不动故，若彼诸菩萨及末世众生常应远离幻，诸幻悉皆离，如目中生火，目尽火还灭，抉择无见次，方便亦如是。于是普眼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长跪叉手而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即为末世一切众生演说菩萨修行见次，云何思维，云何住持，众生未悟，作何方便，普令开悟。世尊，若彼众生无正方便及正思维，闻佛如来说此三昧，心生迷闷，则于圆觉不能悟入，愿兴慈悲，为我等辈及末世众生假说方便。作是予以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终而复始。尔时世尊告普眼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
末世众生，问于如来修行见次，思维住持，乃至假说种种方便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使普眼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耳听。善男子，彼心学菩萨及末世众生，欲求如来净缘决心，应当正念，远离诸患，先依如来奢摩他行，坚持进戒，安处途众，厌作净事，恒作是念：我今此身四大和合，所谓发毛爪齿、皮肉筋骨、髓脑垢色，皆归于地；唾涕脓血、津液涎沫、痰泪精气、大小便利，皆归于水；暖气归火，动转归风，四大各离。今者妄身当在何处？即知此身毕竟无体，和合为相，时同幻化，四缘假合，妄有六根，六根四大中外合成，妄有缘气，于中积聚，似有缘相，假名为心。善男子，此虚妄心若无六尘，则不能有四大分解，无尘可得，于中缘尘各归散灭，毕竟无有缘心可见。善男子，彼知众生幻身灭故，幻心亦灭；幻心灭故，幻尘亦灭；幻尘灭故，幻灭亦灭；幻灭灭故，非幻不灭。譬如魔境垢尽明现，善男子，当知身心皆为幻垢，垢相永灭，十方清净。善男子，譬如清净摩尼宝珠，应于五色，随方各现。诸愚痴者，见彼摩尼实有五色。善男子，圆觉净性现于身心，随类各应。彼愚痴者说净圆觉实有如是身心自相，亦复如是。由此不能远于幻化，是故我说身心幻垢，对离幻垢说明菩萨。垢尽对除，即无对垢，即说明者。善男子，此菩萨及末世众生正得诸幻灭影相故，尔时便得无方清净，无边虚空觉所显发，觉缘明故，显心清净，心清净故，见尘清净，见清净故，眼根清净，根清净故，眼识清净，识清净故，闻尘清净，闻清净故，耳根清净，根清净故，耳识清净，识清净故，觉尘清净。如是乃至鼻舌身意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根清净故，色尘清净；色清净故，声尘清净；香味触法亦复如是。
善男子，六尘清净故，地大清净。地清净故，水大清净。火大，风大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四大清净故，十二处，十八界，二十五有清净。彼清净故，实力四无所谓，四无碍智，佛十八不共法，三十七诸道品清净，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一切清净。善男子，一切实相性清净故，一身清净，一身清净故，多身清净，多身清净故，如是乃至十方众生圆觉清净。善男子，一世界清净故，多世界清净，多世界清净故，如是乃至尽于虚空圆国三世一切平等清净不动。善男子，虚空如是平等不动，当知觉性平等不动，四大不动故，当知觉性平等不动，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平等不动，当知觉性平等不动。善男子，觉性遍满清净不动，原无迹故，当知六根遍满法界，根遍满故，当知六尘遍满法界，尘遍满故，当知四大遍满法界，如是乃至陀罗尼门遍满法界。善男子，由彼妙觉性遍满故，根性尘性无坏无杂，根尘无坏故，如是乃至陀罗尼门无坏无杂，如百千灯光照一世，其光遍满无坏无杂。善男子，觉成就故，当知菩萨不与法缚，不求法脱，不厌生死，不爱涅槃，不净持戒，不增毁戒，不重酒席，不轻初学。何以故？一切觉故。譬如眼光晓了前境，其光圆满，得无增碍。何以故？光体无二，无增碍故。善男子，此菩萨及末世众生修习此心得成就者，于此无修亦无成就，圆觉普照，寂灭无二，于中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，犹如空花乱起乱灭，不即不离，无缚无脱，使之众生本来成佛，生死涅槃犹如昨梦。善男子，如昨梦故，当知生死即与涅槃无起无灭，无来无去，其所证者无得无失，无取无舍，其能证者无作无止，无任无灭，于此证中无能无所，毕竟无证，亦无证者，一切法性平等不坏。善男子，彼诸菩萨如是修行，如是见次，
如是思维，如是住持，如是方便，如是开悟，求如是法，亦不迷闷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普言如当知，一切诸众生身心皆如幻，身相属四大，心性归六尘。四大体各离，谁为合合者？如是见修行，一切悉清净，不动变法界，无作只认命，亦无能证者。一切佛世界，犹如虚空花，三世悉平等，毕竟无来去。初发心菩萨，即末世众生，欲求入佛道，应如是修习。于是金刚藏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长跪叉手，耳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善为一切诸菩萨众宣扬如来圆觉清净大陀罗尼因地法恒，见此方便，与诸众生开发蒙昧，在会法众成佛慈慧，幻意朗然，慧目清净。世尊，若诸众生本来成佛，何故复有一切无明？若诸无明众生本有，何因缘故如来复说本来成佛？十方一生本成佛道，后起无明，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？唯愿不舍无遮大慈，为诸菩萨开秘密藏，即为末世一切众生得闻如是修多罗教了义法门，永断疑回。作是予以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终而复始。尔时世尊告金刚藏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于如来甚深秘密究竟方便，是诸菩萨最上教诲了义大圣，能使十方修学菩萨及诸末世一切众生得决定信，永断疑悔。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使金刚藏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耳听。善男子，一切世界始终生灭，前后有无，聚散起止，念念相续，循环往复，种种取舍，皆是轮回。未出轮回而变圆觉，彼圆觉性即同流转，若免轮回，无有是处。譬如动木能摇蘸水，又如定眼游回转火，云石月运周行暗移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诸玄未悉，彼物先住尚不可得，何况轮转生死垢心曾未清净，观佛圆觉而不玄复。
是故汝等便生三惑。善男子，譬如幻意望见空花，幻意若除，不可说言此意已灭，何时更起一切诸意？何以故？一花二法非相待故。亦如空花灭于空时，不可说言虚空何时更起空花？何以故？空本无花，非起灭故。生死涅槃同于起灭，妙觉圆照离于花意。善男子，当知虚空非是暂有，亦非暂无，况复如来圆觉随顺而为虚空平等本性。善男子，如消金矿，金非消有，既已成金，不重为矿。经无穷时，金性不坏，不应说言本非成就，如来圆觉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一切如来妙圆觉心本无菩提即与涅槃，亦无成佛即不成佛，无妄轮回即非轮回。善男子，但诸声闻所缘境界，身心语言皆悉断灭，终不能至彼之亲证所现涅槃，何况能以有思维心测夺如来圆觉境界？如取萤火烧须弥山，终不能着。以轮回心生轮回界，入于如来大寂灭海，终不能至。是故我说，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，先断无始轮回根本。善男子，有作思维，从有心起，皆是六尘妄想缘起，非实心体，已如空花。用此思维，便如佛境，犹如空花，复结空果，辗转妄想，无有是处。善男子，虚妄浮心，多诸巧见，不能成就圆觉方便。如是分别，非为正问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金刚藏当知，如来寂灭性未曾有终始，若以轮回心思维及玄复，但至轮回际，不能入佛海。譬如消金矿，金非消故有，虽复本来金，终以消成就，依成真金体，不复重为矿。生死与涅槃，凡夫及诸佛，同为空花相。思维犹幻化，何况诸虚妄？若能了此心，然后求圆觉。于是弥勒菩萨在大众中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长跪叉手，而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广为菩萨开秘密藏，令诸大众深悟轮回分别邪正，能使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言，
于大涅槃生决定信，无复重随轮转境界其循环界。世尊，若诸菩萨及末世众生欲由如来大寂灭海，云何当断轮回根本？于诸轮回有几种性？修佛菩提几等差别？回入尘劳当设几种教化方便度诸众生？唯愿不舍救世大悲，令诸修行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慧目肃清，照耀心境，圆悟如来无上之见。作是予以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终而复始。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，请问如来深奥秘密微妙之意，令诸菩萨皆清慧目，即令一切末世众生永断轮回，心悟实相，具无生人。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时弥勒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耳听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从无始际，犹有种种恩爱贪欲，故有轮回。若诸世界一切种性，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皆因淫欲而正性命，当知轮回爱为根本。犹有诸欲助发爱性，是故能令生死相续。欲因爱生，命因欲有，众生爱命还依欲本，爱欲为因，爱命为果。由于欲境起诸为顺敬备爱心，而生增极造种种业，是故复生地狱恶鬼。知欲可厌，爱厌业道，舍恶要善，复现天人。又知诸爱可厌恶故，弃爱要舍，还资爱本，变现有为，增上善果，皆轮回故，不成圣道。是故众生欲脱生死，免诸轮回，先断贪欲，即除爱渴。善男子，菩萨变化是现世间，非爱为本，但以慈悲令彼舍爱，假诸贪欲而入生死。若诸末世一切众生能舍诸欲，即除增爱，永断轮回，勤求如来圆觉境界，于清净心便得开悟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有本贪欲，发挥无明，显出五性差别不等，以二种障而现深浅。云何二障？一者理障，爱正知见；二者事障，续诸生死。云何五性？善男子，若此二障未得断灭，名未成佛。若诸众生永舍贪欲，先除事障，未断理障，但能悟入声闻缘觉，未能显著菩萨境界。善男子，若诸末世一切众生欲犯如来大圆觉海，
先当发愿勤断二障，二障已伏，即能悟入菩萨境界。若是理障已永断灭，即入如来微妙圆觉，满足菩提，即大涅槃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皆证圆觉，逢善知识，依彼所作因地法恒，尔时修习便有顿见。若遇如来无上菩提正修行路，根无大小，皆成佛果。若诸众生虽求善友，遇邪见者，未得正悟，是则名为外道种性，邪师过谬，非众生救，是名众生无性差别。善男子，菩萨唯以大悲方便入诸世间，开发慧悟，乃至示现种种形象，逆顺境界，与其同事化令成佛，皆依无始清净愿力。若诸末世一切众生于大圆觉起增上心，当发菩萨清净大愿，应作誓言：愿我今者助佛圆觉求善知识，末值外道给予二圣，依愿修行，见断诸障，障尽愿满，便登解脱清净法殿，证大圆觉妙庄严喻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弥勒汝当知，一切诸众生不得大解脱，皆由贪欲故，堕落于生死。若能断增爱，即于贪嗔痴，不因差别性，皆得成佛道，二障永消灭，求师得正悟，随顺菩萨愿，依止大涅槃，十方诸菩萨皆以大悲愿，示现入生死。现在修行者及末世众生，勤断诸爱见，便归大圆觉。于是清净慧菩萨在大众中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长跪叉手，而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为我等辈广说如是不思议事，本所不见，本所不闻，我等今者蒙佛善诱，身心泰然，得大饶益，愿为诸来一切法众重宣法王圆满觉性，一切众生及诸菩萨如来世尊所证所得云何差别，令末世众生闻此圣教，随顺开悟，见次能入，作是予以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终而复始。尔时世尊告清净慧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乃能为末世众生，请问如来见此差别，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时清净慧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耳听。善男子，圆觉自性，非性性有，寻诸性起，无取无证，于实相中实无菩萨及诸众生。何以故？菩萨众生皆是幻化，幻化灭故
无取证者，譬如眼根不自戒眼，性自平等无平等者，众生迷倒未能除灭一切坏化，于灭未灭妄功用中便显差别。若得如来寂灭随顺，实无寂灭即寂灭者，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有妄想我及爱我者，曾不自知念念生灭，故其增爱单着五欲。若遇善友教令开悟，净缘觉性发明起灭，即知此生性自劳虑。若复有人劳虑永断，得法界境，即彼境界为自障碍，故于缘觉而不自在，此名凡夫随顺觉性。善男子，一切菩萨见解为爱，虽断解爱，犹住见觉，觉爱为爱而不自在，此名菩萨未入地者随顺觉性。善男子，有照有觉具名障碍，是故菩萨常觉不住，照与照者同时寂灭。譬如有人自断其手，手已断故无能断者，则以爱心自灭诸爱，爱已断灭无灭爱者。修多罗教如标月指，若复见月了之所标，毕竟非月。一切如来种种言说，开示菩萨亦复如是，此名菩萨已入地者随顺觉性。善男子，一切障碍即究竟觉，得念失念无非解脱，成法破法皆名涅槃。智慧愚痴通为般若，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。无明真如无异境界，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行。众生国土同一法性，地狱天宫皆为净土，有性无性齐成佛道，一切烦恼毕竟解脱。法界海会照了诸相，犹如虚空，此名如来随顺觉性。善男子，但诸菩萨即末世众生居一切时，不起妄念，于诸妄心亦不熄灭，诸妄想境不加了之，于无了之不变真实。彼诸众生闻是法门，信解受持，不生惊畏，是则名为随顺觉性。善男子，汝等当知，如是众生已曾供养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及大菩萨，执众德本，佛说是人名为成就一切种智。而十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，清净慧当知，圆满菩提性，无取亦无证，无菩萨众生觉与未觉时，见次有差别，众生为解爱，菩萨未离觉，入地永寂灭，不住一切相，大觉悉圆满，名为变随顺。末世诸众生心不生虚妄，
佛说如是人现是即菩萨，供养恒沙佛功德已圆满，虽有多方便，皆名随顺智。于是威德自在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长跪叉手而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广为我等分别如是随顺觉性，令诸菩萨觉心光明，成佛原因不因修习而得善力。世尊，譬如大乘外有四门，随方来者非止一路，一切菩萨庄严佛国，即成菩提，非一方便。唯愿世尊广为我等宣说一切方便见次，并修行人总有几种，令此会菩萨及末世众生求大圣者速得开悟，游戏如来大寂灭害。作是予以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终而复始。尔时世尊告威德自在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为于如来如是方便，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使威德自在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耳听。善男子，无上妙觉遍诸十方，出生如来与一切法同体平等，于诸修行实无有二，方便随顺，其数无量，缘摄所归，寻性差别，当有三种。善男子，若诸菩萨悟净缘觉，以净觉心取净为行，由成诸念，觉识繁动，净慧发生，身心客尘从此永灭，便能内发寂静清安，由寂静故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于中显现，如镜中相，此方便者名奢摩他。善男子，若诸菩萨悟净缘觉，以净觉心知觉心性，即与根尘皆因幻化，即起诸幻以除幻者，变化诸幻而开幻众，由起幻故，便能内发大悲清安，一切菩萨从此起行，见此增进。彼观幻者非同幻故，非同幻观，皆是幻故幻相永离，使诸菩萨所缘妙恒如土长苗，此方便者名三摩波提。善男子，若诸菩萨悟净缘觉，以净觉心不取幻化及诸镜像，了知身心皆为挂碍，无知觉明不依诸碍，永得超过爱无碍境，受用世界给予身心，相在尘欲如气中黄生出于外，烦恼涅槃不相留碍，便能内发寂灭清安，妙觉随顺寂灭境界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，众生寿命皆为福享，此方便者名为禅那。善男子，此三法门皆是缘觉亲近随顺，十方如来因此成佛，十方菩萨
种种方便，一切同意，皆依如是三种事业。若得圆正，即成圆觉。善男子，假使有人修于圣道，教化成就百千万亿阿罗汉，辟支佛果，不如有人闻此圆觉无碍法门，一刹那请随顺修习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威德汝当知，无上大决心，本际无二相，随顺诸方便，其数即无量，如来总开示，便有三种类，寂静奢摩他，如镜照诸相，如幻三摩提，如苗见增长，禅那为寂灭，如彼气中黄，三种妙法门，皆是觉随顺，十方诸如来及诸大菩萨，因此得成道，三世圆正故，名究竟涅槃。于是辩音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又绕三匝，长跪叉手而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如是法门甚为稀有，世尊，此诸方便一切菩萨于圆觉门有己修习，愿为大众及末世众生方便开示，令悟实相。作是予以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终而复实。尔时世尊告辩音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乃能为诸大众及末世众生问于如来如是修习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时辩音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耳听。善男子，一切如来圆觉清净，本无修习及修习者，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依于未觉幻力修习，尔时便有二十五种清净定轮。若诸菩萨唯取极净，由净力故永断烦恼，究竟成就，不起于坐，便入涅槃。此菩萨者名单修奢摩他。若诸菩萨为观如幻，以佛力故变化世界种种作用，背行菩萨清净妙恒，于陀罗尼不施纪念及诸净慧，此菩萨者名单修三摩波提。若诸菩萨唯灭诸幻，不取作用，独断烦恼，烦恼断尽，辩证实相，此菩萨者名单修禅那。若诸菩萨先取智净，以净慧心照诸幻者，便于世中起菩萨恒，此菩萨者名先修奢摩他，后修三摩波提。若诸菩萨以净慧故正智净性，便断烦恼，永出生死，此菩萨者名先修奢摩他，后修禅那。若诸菩萨以寂静慧复现幻力种种变化，度诸众生，后断烦恼而入寂灭，此菩萨者名先修奢摩他，中修三摩波提，后修禅那。若诸菩萨以智净力断烦恼已，后起菩萨清净妙恒，度诸众生
此菩萨者名先修奢摩他，中修禅那，后修三摩波提。若诸菩萨以智净力心断烦恼，复度众生，建立世界，此菩萨者名先修奢摩他，其修三摩波提禅那。若诸菩萨以智净力资发变化，后断烦恼，此菩萨者名其修奢摩他，三摩波提，后修禅那。若诸菩萨以智净力用资寂灭，后起作用，变化世界，此菩萨者名其修奢摩他，禅那，后修三摩波提。若诸菩萨以变化力种种随顺而取至境，此菩萨者名先修三摩波提，后修奢摩他。若诸菩萨以变化力种种境界而取寂灭，此菩萨者名先修三摩波提，后修禅那。若诸菩萨以变化力而作佛事，安住寂静而断烦恼，此菩萨者名先修三摩波提，中修奢摩他，后修禅那。若诸菩萨以变化力无碍作用断烦恼故，安住智净，此菩萨者名先修三摩波提，中修禅那，后修奢摩他。若诸菩萨以变化力方便作用智净寂灭，二俱随顺，此菩萨者名先修三摩波提，其修奢摩他禅那。若诸菩萨以变化力种种起用资于智净，后断烦恼，此菩萨者名其修三摩波提奢摩他，后修禅那。若诸菩萨以变化力资于寂灭，后住清净，无作净虑，此菩萨者名其修三摩波提禅那，后修奢摩他。若诸菩萨以寂灭力而起至境，住于清净，此菩萨者名先修禅那，后修奢摩他。若诸菩萨以寂灭力而起作用于一切境，寂用随顺，此菩萨者名先修禅那，后修三摩波提。若诸菩萨以寂灭力种种自性安于静虑而起变化，此菩萨者名先修禅那，中修奢摩他，后修三摩波提。若诸菩萨以寂灭力无作自性起于作用清净境界，归于静虑，此菩萨者名先修禅那，中修三摩波提，后修奢摩他。若诸菩萨以寂灭力种种清净而住静虑，起于变化，此菩萨者名先修禅那，其修奢摩他，三摩波提。若诸菩萨以寂灭力资于智净而起变化，此菩萨者名其修禅那，奢摩他，后修三摩波提。若诸菩萨以寂灭力资于变化而起智净清明净慧，此菩萨者名其修禅那，三摩波提，后修奢摩他。若诸菩萨以圆觉慧圆合一切于诸性相无离觉性，此菩萨者名为圆修三种自性清净随顺。善男子，是名菩萨二十五轮，一切菩萨修行如是。若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轮者，
当持梵衡，寂静思维，求哀忏悔，经三七日，于二十五轮各安标记，至心求哀，随手截取，一节开示，便知顿见，一念已毁，即不成就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，便因汝当知，一切诸菩萨无碍清净慧，皆依禅定生，所谓奢摩他、三摩提禅那，三法顿见修有二十五种，十方诸如来三世修行者，无不因此法而得成菩提，唯除顿觉人，并法不随顺。一切诸菩萨及末世众生，常当持此轮，随顺勤修习，依佛大悲力，不久正涅槃。于是敬诸业障菩萨在大众中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长跪叉手，而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为我等辈广说如是不思议事，一切如来因地形象，令诸大众得未曾有，睹见调御，立恒沙劫勤苦境界，一切功用犹如一念，我等菩萨深自庆畏。世尊，若此决心本性清净，因何染污使诸众生迷闷不入？唯愿如来广为我等开悟法性，令此大众及末世众生作将来言。作是予以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终而复始。尔时世尊告敬诸业障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乃能为诸大众及末世众生咨问如来如是方便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时敬诸业障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耳听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妄想只有我人众生给予寿命，任似颠倒为实我体，由此便生增爱二境，与虚妄体重执虚妄，二妄相依，生妄业道。由妄业故，妄见流转，厌流转者，妄见涅槃，由此不能入清净觉。非觉为具诸能入者，有诸能入非觉入故，是故动念及与息念皆归迷闷。何以故？有有无始，本起无明，为己主宰，一切众生生无慧目，身心等性皆是无明。譬如有人不自断命，是故当知，有爱我者，我与随顺，非随顺者，便生憎怨。唯憎爱心养无明故，相续求道皆不成就。善男子，云何我相？为诸众生心所证者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百骸调适，忽望我身，四肢闲缓，摄养乖方，微加真爱，则知有我，是故正取方现我体。善男子，其心乃至正于如来毕竟了知清净涅槃，皆是我相。
善男子，云何人相？为诸众生心悟正者。善男子，悟有我者，不复任我，所悟非我，悟亦如是。悟以超过一切正者，悉为人相。善男子，其心乃至圆悟涅槃，俱是我者，心存少悟，背担正理，皆名人相。善男子，云何众生相？为诸众生心自正悟所不及者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作如是言：我是众生，则知彼人说众生者，非我非彼。云何非我？我是众生，则非是我。云何非彼？我是众生，非彼我故。善男子，但诸众生了正了悟，皆为我人，而我人相所不及者，存有所了，名众生相。善男子，云何寿命相？为诸众生心照清净，觉所了者，一切业智所不自见，犹如命根。善男子，若心照见一切觉者，皆为尘垢，觉所觉者不离尘故，如汤消冰，无别有冰，知冰消者，存我觉我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末世众生不了四相，虽经多劫勤苦修道，但名有为，终不能成一切圣果，是故名为正法末世。何以故？任一切我为涅槃故，有正有悟名成就故。譬如有人认贼为子，其家财宝终不成就。何以故？有我爱者亦爱涅槃，服我爱根为涅槃相，有憎我者亦憎生死，不知爱者真生死故，别憎生死名不解脱。云何当知法不解脱？善男子，彼末世众生习菩提者，以己微正为自清净，犹未能尽我相根本。若复有人赞叹彼法，即生欢喜，便欲嫉妒；若复诽谤彼所得者，便生嗔恨，则知我相坚固直持，潜伏藏实，游戏诸根，曾不间断。善男子，彼修道者不除我相，是故不能入清净觉。善男子，若知我空，无回我者，由我说法，我未断故，众生寿命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末世众生说病为法，是故名为可怜悯者，虽勤精进，增益诸病，是故不能入清净觉。善男子，末世众生不了四相，以如来解即所行处为自修行，终不成就。或有众生未得未得未证未证，见圣尽者心生嫉妒，有彼众生未断我爱，是故不能入清净觉。善男子，末世众生希望成道，无令求悟，唯意多闻，增长我见，但当精勤降伏烦恼，其大勇猛，未得令得，未断令断，贪嗔爱慢缠取嫉妒对境不生，彼我恩爱一切寂灭。佛说是人见此成就，求善知识，不堕邪见。
若于所求别生增爱，则不能入清净觉海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敬业汝当知，一切诸众生皆由执我爱，无始妄流转，未除四种相，不得成菩提。爱憎生于心，谄取存诸念，是故多迷闷，不能入觉成。若能归悟刹，先去贪嗔痴，法爱不存心，见次可成就。我身本不有，增爱何由生？此人求善有，终不堕邪见。所求别生心，究竟非成就。于是普觉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长跪叉手，耳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快说禅病，令诸大众得未曾有，心意荡然，获大安隐。世尊，末世众生去佛见缘，贤圣引福，邪法增斥，使诸众生求何等人，依何等法，行何等行，除去何病，云何发心，令彼群盲不堕邪见。作是予以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终而复始。尔时世尊告普觉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乃能咨问如来如是修行，能施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也，令彼众生得成圣道。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使普觉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耳听。善男子，末世众生将发大心求善之时，欲修行者，当求一切正知见人，心不住相，不着声闻缘觉境界，虽现尘劳，心恒清净，是有诸过赞叹梵恒，不令众生入不虑矣。求如是人，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末世众生见如是人，应当供养，不惜生命。彼善知识似微仪中常现清净，乃至视现种种过患，心无骄慢，况复团财妻子眷属。若善男子与彼善友不起恶念，即能究竟成就正觉，心花发明照十方刹。善男子，彼善知识所证妙法应离四病。云何四病？一者作病，若复有人作如是言：我于本心作种种行，欲求圆觉，彼圆觉性非作得故，说明为病。二者任病，若复有人作如是言：我等今者不断生死，不求涅槃，涅槃生死无起灭念，任彼一切随诸法性，欲求圆觉，彼圆觉性非任有故，说明为病。三者止病，若复有人作如是言：我今自心永息诸念，得一切性既然平等，欲求圆觉，彼圆觉性非止何故，说明为病。四者灭病，若复有人作如是言：我今永断一切烦恼，
身心毕竟空无所有，何况根尘虚妄境界，一切永寂，欲求圆觉，彼圆觉性非寂相故，说明为病。离四病者，则知清净；作是观者，名为正观；若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善男子，末世众生与修行者，应当尽命供养善友，是善知识。彼善知识欲来亲近，应断骄慢；若复远离，应断嗔恨。现逆顺境，犹如虚空，了知身心毕竟平等，与诸众生同体无异。如是修行，方入圆觉。善男子，末世众生不得成道，犹有无始自他增爱，一切种子故未解脱。若复有人观彼怨家，如己父母，心无有二，即除诸病。于诸法中自他增爱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末世众生欲求圆觉，应当发心作如是言：尽于虚空一切众生，我皆令入究竟圆觉，于圆觉中无取觉者，除彼我人一切诸相，如是发心，不堕邪见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普觉如当知，末世诸众生欲求善知识，应当求正见，心远二圣者，法中除四病，未作只认命，亲近无骄慢，远离无嗔恨，见种种境界，心当生息有，还如佛出世，不犯非律仪，戒根永清净，度一切众生究竟入圆觉，无彼我人相，当依正智慧，便得超邪见，正觉波涅盘。于是圆觉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长跪叉手，耳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为我等辈广说净觉种种方便，令末世众生有大增益。世尊，我等今者已得开悟，若佛灭后，末世众生未得悟者，云何安居修此圆觉清净境界？此圆觉中三种境观以何为首？唯愿大悲为诸大众及末世众生施大饶益。作事予以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终而复始。尔时世尊告圆觉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乃能问于如来如是方便，以大饶益施诸众生，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时圆觉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而听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若佛住世，若佛灭后，若法末时，有诸众生具大圣性，信佛秘密大圆觉心，欲修行者，若在伽蓝安处途众，有缘事故，随分思察，如我已说。若复无有他事因缘，即见道场，当立期限，若立长期百二十日，中期百日，下期八十日，安置静居。若佛现在，当正思维；若佛灭后，施舍形象，
心存目想，生正意念。孩童如来常住之日，悬珠翻花经三七日，起手十方诸佛名字，求哀忏悔，欲善境界，得心清安。过三七日，一向摄念。若经下手，三月安居，当为清净菩萨止住，心离声闻，不假徒众，至安居日，即于佛前作如是言：我比丘，比丘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，某甲，具菩萨圣，修寂灭恒，同入清净，实相住持，以大圆觉为我伽蓝，身心安居，平等性智，涅槃自性，无细数故。今我敬请不依声闻，当于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三月安居，未修菩萨无上妙觉大因缘故，不系徒众。善男子，此名菩萨示现安居，过三七日随往无碍。善男子，若彼末世修行众生求菩萨道入三七者，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。善男子，若诸众生修奢摩他先取至境，不起思念，境即便觉，如是出境，从于一身至一世界，觉亦如是。善男子，若觉遍满一世界者，一世界中有一众生起一念者，皆悉能知，百千世界亦复如是，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。善男子，若诸众生修三摩波提，先当忆想十方如来、十方世界一切菩萨，依种种门见此修行勤苦三昧，广发大愿，自熏成种，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。善男子，若诸众生修于禅那，先取属门，心中了知生住灭念分计投数，如是周遍似微仪中分别念数无不了知，见此增进，乃至得知百千世界一滴之语，犹如目睹所受用物，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。是名三观出手方便。若诸众生遍修三种，勤行精进，即名如来出现于世。若后末世顿根众生心欲求道，不得成就，犹惜业障，当勤忏悔，常起希望，先断增爱嫉妒谄取，求圣上心，三种静观随学一事，此观不得，复习彼观，心不放舍，见次求证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圆觉如当知，一切诸众生欲求无上道，先当结三七，忏悔无始业，经于三七日，然后正思维，非彼所闻境，毕竟不可取奢摩他至境。三摩正义持禅那明属门，是名三境观。若能勤修习，是名佛出世。顿根未成者，常当勤心忏，无使一切罪诸障若消灭，佛境便现前。于是贤善守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长跪叉手而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广为我等及末世众生开悟如是不思议事，
师尊，此大圣教名字何等？云何奉持？众生修习得何功德？云何使我护持经人，留步此教至于何地？作是予以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终而复始。尔时世尊告贤善守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于如来如是经教功德名字，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时贤善守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而听。善男子，是经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所说，三世如来之所守护，十方菩萨之所皈依，十二部经清净眼目，是经名大方广圆觉陀罗尼，一名修多罗了义，一名秘密王三昧，一名如来决定境界，一名如来藏自性差别，汝当奉持。善男子，是经唯显如来境界，唯佛如来能尽宣说，若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修行，见此增进至于佛地。善男子，是经名为顿教大圣，顿机众生从此开悟，亦设见修一切群品，譬如大海不让小流，乃至文蒙及阿修罗引其水者，皆得充满。善男子，假使有人纯以七宝积满三千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不如有人闻此经名及一句意。善男子，假使有人教百恒河沙众生得阿罗汉果，不如有人先说此经分别半记。善男子，若复有人闻此经名信心不惑，当知是人非于一佛二佛众诸福慧，如是乃至尽恒河沙一切佛所众诸善根，闻此经教，如善男子，当护末世是修行者，无令恶魔及诸外道恼其身心，令生退屈。尔时会中有火手金刚、催碎金刚、尼兰婆金刚等八万金刚并齐眷属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又绕三匝而白佛言：师尊，若后末世一切众生有能持此决定大圣，我当守护如护眼目，乃至道场所修行处，我等金刚自领徒众晨曦守护，令不退转，其家乃至永无灾障，疫病消灭，财宝丰足，常不乏少。尔时大梵王、二十八天王并须弥山王、护国天王等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又绕三匝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亦守护是持经者，常令安隐，心不退转。尔时有大力鬼王名吉盘图，与十万鬼王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又绕三匝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亦守护是持经人，朝夕侍卫，令不退居，其人所居依游巡内，若有鬼神侵其境界，我当使其碎如微尘。佛说此经已，一切菩萨、天龙、鬼神、八部眷属及诸天王、梵王等一切大众
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。